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往回书房守着去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家主，这怎么了？夫人说。 这里摆放过一面屏风。冥府，癫狂梦醒柴胡宫，相府青皮半亩通。 癫狂梦醒汤，腾空疯癫，自何时而起？大概有半年时间。那墙边可是一直有一个四扇屏风？
其实那件东西乃是件不祥之物。